哎，靓女，你个喇喇鸡可以享用啦。看那喇喇全部开壳了哦！最近的天气天天下雨，看一下下午一点多就那么多人吃羊腩包了。对啊，美女，你要进来试试看吗？哇，老板娘你很漂亮耶！我帮网友问啊，你是不是单身？可以试看，我再告诉你。是可以啦，不过你们的羊腩包什么特别些？我们的羊腩包是用甘蔗还有雪梨去熬成的哦，所以汤头非常清甜。哦，这样子罢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还有新推出的喇喇包，这个喇喇鸡包是最多人点的哦。这个我就感兴趣啊，看起来不错哦。对呀、啊，快点进来试看吧。哦，这样你要给我展示单身啊？可以可以。太郎 at K Pong， 先上炭炉。啊，靓女，我一个黄做一个喇喇鸡煲啊。加入沙白。哇。再加入菜园鸡。哎，靓女，你个喇喇鸡可以享用啦。看那喇喇全部开壳了哦，开吃咯！哇，烧烧烧烧烧，还是用筷子吃比较好啦。哇、哦，一口包子嘞，可以吃到原汁原味的那种鲜甜嘞。你看它的鸡皮金黄色的，菜园鸡的肉就特别的结实。哇，很温暖的，取暖取暖，下雨天就是很适合吃羊腩包。他们这里的包每个都是用传统的炭炉来煮的。哇，下大雨，这样就熬没有啦。吃羊腩包，试下的汤先，很浓耶，它的汤，而且美女老板娘没有骗我，真的是很清甜呢。这是腐乳酱，我们试下这个特制的韭菜花酱。这羊肉很嫩呢。而且这个酱哦，它是比较浓的蔬菜味，带有一点辣这样子，跟羊肉超 match 的。来，我现在帮你加汤啊。姑娘姑娘，可以打冰炉了喽。羊肉要配羊腩包，点下腐乳酱。羊肉半肥瘦很嫩哦，下下滑。肥肥的，这喇喇汤被虾滑不错哎 ，fresh 哎，新推出的冰沙可以拿来降温，芒果味，coconut 味，网友看到现在就是为了要知道你的答案，所以你是单身的吗？单身的嘞，大家快来吃，冲冲冲！